主料，南瓜半个，银耳15克，莲子20克，花生米20克，辅料，冰糖，桂圆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莲子洗净备用，花生米洗净备用。高压锅将花生米和莲子压10分钟，也可提前半天泡发备用。银耳开水泡发摘成小朵备用。南瓜中间切开，去瓜瓤瓜子做成盅备用。桂圆洗净备用。冰糖，将所有食材放入南瓜盅内，加入适量水。南瓜盅做小盘上，入高压锅中蒸15分钟，放气后出锅。烹饪技巧，定制时间是南瓜盅的大小而定，不可时间太长，否则南瓜会变形，那就没食欲了呀。不把握该选用蒸锅，从玻璃杯上观察更稳妥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